大天使迈克尔信息，关于乔治亚引导时被摧毁，所有邪恶纪念碑倒塌，新世界秩序正在崩溃。通灵，詹姆斯·麦康奈尔。我是大天使迈克尔。这个时候，我来和你们在一起，因为你们的世界里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。不仅在外部世界中，在你的内部世界中也是如此。一切都在变化之中，一切都在运动和震动。整个星球的震动频率确实在增加，这反过来又消灭了旧的震动，旧的较低的震动正在带来变化。现在的一切都是关于改变你的生活。改变，因为你正在以更高的震动移动，并通过神圣之光吸引光的吸引过程。你会发现你不再对旧的或更低的震动感到舒服。你们都知道这一点。你被更高的震动和志趣相投的震动人所吸引。因此，您有时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孤儿。您有时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，与您的朋友、家人、亲人隔离。但是，这是可以预料的。这是改变过程的一部分，是你正在经历的过渡的一部分。你们都在经历这个转变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困难。但是，你仍然在经历它。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都不需要觉得自己做得不够，或者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因为没有应该做的，只是在做。做你当下的感受，只要它遵循普遍规律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的朋友们，你们真的没有能力不遵守普遍规律。当然，在你们的世界中，有些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但他们并不遵循普遍的法则。他们遵循自己的法则，遵循自己的自我。但是，你没有跟随他们。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你们。你们集体意识的表达就是你，而你就是他。你是集体意识。你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生命的每一个表达。你正在创造盖亚地球母亲的新黄金时代。因此，当您度过每一天时，请记住这一点。当你在每一天的每一刻移动时，你正在创造超越这一刻的东西，创造下一个时刻，下一个时刻，下一个时刻。集体意识聚集在一起，带来了堕落，阴谋集团的堕落，黑暗势力在这个星球上的陨落。是的，一场战斗正在进行中。我作为大天使迈克尔，以及所有与我一起工作的天使，所有与我并肩工作的银河人，以及所有正在铺路展示道路与我一起工作的你们，都在你的梦想状态，以及你的意识状态和你的无意识状态。我们都在为此共同努力，以终结这个星球上的黑暗势力。是的，确实，你会看到这个阴谋集团的瓦解溃败。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出现，越来越多的邪恶堡垒被摧毁，你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。因为他们不可能存在，邪恶不能存在于更高的振动频率中，这不可能。知道你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，你以前听过这个，但是我现在重申这一点，一个更高振动的新阶段正在你身上，你会注意到它。当你度过你的一天时，你会注意到它。突然间，
你感到一种幸福感涌上心头，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它就在那里。但是你沐浴在这种更高震动极乐的荣耀之中，它就在你身边，它在那里继续抱着你，让你越来越高，每时每刻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将在那种喜悦之中，在那种幸福之中。他来了，这是注定的，他是你们所有人的一部分。我是大天使迈克尔，现在我让你们享受和平、爱和合一。你继续成为战士，在我面前移动的光之战士，以及所有与我并肩工作的人。你走在我们前面，继续为我们指明道路，因为你确实是引路者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